又是人才激励部。内务审查到底有完没完？我在跑一个重点项目，没空跟你们置气。亚利洛那一单，我的处理方式是通过了高层决议的，项目日志和通话记录都很齐全，你们不会自己去查吗？仍搞不明白，你们盯着这个小案子不放，一直上纲上线，到底是出于什么居心？令人厌倦的对话直接挂断就好了，不是吗？依我看，那个项目你处理得不错，一颗小小的冰球换一份星穹列车的人情，对部门而言稳赚不赔。很久没见了，小叶琳娜，我一直在期待和你共事，没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快。遇到什么麻烦了吗？什么都可以告诉我，就像以前那样。翡翠女士，好久不见，能有机会和您合作，我非常荣幸。还是那么放不开呢？抛开那些上下关系，把我当成你的平级就好，不必要的称谓都可以省去，比如女士，比如您。抱歉，一时半会儿还是难以适应，毕竟您，你是前辈。但现在我们同为时兴时人，托帕，我只需要你拿出最好的状态，毕竟接下来的谈判不容有失。敏锐如你，一定早就看出来了吧？这次会面的真实用意，想必是那位老奥蒂自作主张，想在公司和皮诺康尼正式会谈前探探虚实。对，但这样更好，知道为什么吗？如果我们能提前和老奥蒂达成某种共识，再摸清对方的底线，未来的谈判就能顺利很多，这是明面上的一层。没错，而不可说的一层是，透过木须草家主的行为，我们得以捕获一种信号。五大家系也许并不像协约颂唱的那般团结，只要同协的影响还没有深入骨髓，个人的欲望就总能占据一席之地。我们运气不错，至少在匹诺康尼还没有哪位大人物的阴极高到彻底丧失了私欲，就像公司里的明争暗斗一样，五大家系所谓的万众一心，在梦主失位的如今也只剩下一句口号。项目家系倒台后，老奥蒂一方就是匹诺康尼最大的势力了，即便只以继位顺序推算，他也是现今所有家主中在任最久、资历最深的人。嗯，所以接下来的会谈，我们务必要按商议好的策略来推进，就像下一盘棋，每一步都要审时度势。当然，谈判的三步是：先聆听，再试探，最后展露刀芒。这是你教我的。真清晰。不过在亚利洛那桩案子里，你好像把顺序调换了呢。这就是个人的感悟了。抱歉打扰二位谈话，家主已经准备好和战略投资部的代表会面了。工作时间到了，打起精神，去见见那位身居高位的配角吧。记住我们的目标，为公司入驻匹诺康尼创造机会。纱巾已经划开了一道口子，而你我要把它彻底撕开。